头晕，然后腿发软，就没劲儿感觉。然后今天就是感觉就在路上手还发麻那种，完全就不受控制。因为我看着他们都拉套拉得很轻松，然后自己都下不来，自己很着急。第一次适应，而且也只有20分钟，所以时间也是比较紧的，不可能让你就是像平时训练一样，你可以做好多，等你找到感觉了再去做那些成套。今天就是动了一次，就直接，就不管你能不能成，你就直接得拉套嘛。木头我觉得还是挺好做的，我觉得比那个，就是我们训练馆那边要好做一点。状态还行吧，但还不是最好的时候。